喺康文署下面嘅文化博物館裏邊咧，會做大澳油葱嘅宣傳。今日我哋聯合埋教育局，亦都邀請一批中學嘅學生同埋教師嚟實地考察端午油葱嘅活動。呢個為咗宣傳同弘揚呢種，等到大家更多知道。第二咧，我哋攞出咗一啲資源，就幫助做咗三艘呢個神艇同埋龍舟喺資源上面支持呢項活動嘅開展。第三咧，我哋會繼續做一個研究同埋有關資料嘅搜集工作，喺個各個有關嘅佢哋嘅神廟啊，裏邊有關呢度當地嘅地方志方面咧，考察嚟到整理呢啲記錄，進一步做好非物質遺產方面嘅研究。